么知道幸运象石吗？那就是有戴帽子的象石，听说只要捡到就能带来幸运。好，我一定要加把劲找到它。哈，找到了！陶乐比和妙妙也都找到了。琪琪的样子好像怪怪的，不知道琪琪是不是也找到了。下一集找寻幸运象石，一定要看哦。